大家好，小刚走乡下。今天小刚继续带领大家行走贵州黔东南，继续走进苗乡东寨。那么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啊，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山村。这个小村子不到这个十户人家啊，都住在公路边啊。那么这样的环境还是非常的优美啊，这里有河流，还有高山啊，这里有山有水。青山绿水的一个地方啊，从空中看就像一个世外桃源。居住在这样的地方非常的舒服啊，无数人所向往的这个大山环境。周围还有农田，还有自家的菜地，所以说生活方面还是非常的方便，出行也是比较方便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继续跟着镜头来看一下这个小山村啊，它的这个独特之处，还有它所处的这个景色确实非常的优美。